心に残るうまい料理は魔物だけよな。うまい料理は楽しい思い出を作ってくれる。私はそう思います。这个店到今年是七年了，好多客人都喜欢偷袭的感觉，偷袭的手艺，各个国家的人都有。私は偷袭です。料理人です。おじいちゃんもうちの父も同じ職業だったので、他の仕事をすることはないでしょう。每天去市场买菜，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性格吧。他们做事比较认真，今天这道菜做什么，他脑子会去构想。你好。他就直接冲着这个鱼，或者冲着这些菜，他就直接就过去。五六个。店是从下午傍晚的六点到夜里十二点，店里的老客户、新客户都会跟他喝酒开心，一个晚上他都会特别的有精神，跟白天放松的那种感觉完全不太一样。なんで夜しかやらないのかって、自分は昼間起きれませんからね。あとお客さんがこう。僕の作った料理を食べて美味しそうにしてくれる顔が一番幸せですね。他的全名是大森俊之，因为我在日本从小一直叫他就叫偷袭。在国内呢，可能大家听不明白，但是客人就听着偷袭，他自己也觉得偷袭挺可爱的，挺喜欢的，所以就这样，所有的那些常客都叫他偷袭。他生活里面是，就你就感觉他是一个百分百的放松的那种状态。我感觉他的心理年龄只有六岁，我就感觉我带了四个小孩。他一直在跟我说，今天的事情就到今天结束，为什么还要拿到明天？这样的话，就你会发现每天特别的开心。仕事を疲れて酒もカラオケも最高。うまいものを食って美味しい酒飲んで人生最高だ。おじいちゃんの時代から自分は3代目の料理人です。若い頃いろいろ好きなことあったけど、やっぱり自分は料理人に向いてると思います。我觉得肯定是我是第二位的，真正的男人他把事业和他的爱好放在第一位，他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偷袭今年已经47岁了，我比他大3岁，50了。我们结婚21年了，仿佛相识就在昨天。坐在他的摩托车后面，抱着他的感觉就好像我们还是少男和少女。仿佛永远就在路上，永远也不会乏味。北京的夜晚就是一个最好的食材，卷起来就是一个最美味的寿司。